Hello， 大家好，这礼拜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阿努努的最新款 MC 系列吉他。在我身边的有四种颜色，这个是罗纳莱的，是光辉金，这个是杏乃白，然后这个是活珊瑚橘，反正就是橘色、白色、红色、蓝色。好，那他们的琴头呢，就是采用他们原本最著名的吉他的琴头设计。然后纸板呢，有分两种，一种是玫瑰木的，然后还有枫木的纸板。然后呢，面板的话，全部都是云杉木啊，但是它在上面有多了非常多不同的颜色，你可以说是雅痞又不失个性。好，然后再来它的防刮板呢，它是用很像家具材质的布料去做成的防刮板，所以它好看之余又可以兼具好的防刮效果。还有这一次他们旋钮的设计呢，是用镂空旋钮的设计。还有刚刚忘记跟大家讲到，有很多这面单板的吉他。再来就是他们这一次附赠的袋子，你看他们这是附赠的袋子，雅马加后袋，他们的东西都非常的文青，非常难念。好，这个雅马加后袋呢，它先看一下里面，大家看一下里面吧。好，它这边有附一个枕头，附一个枕头的部分。然后它外面的提把包含拉链啊，还有这些里面的零件本身全部都是用亚麻木做的，耐用又不失美观哦。再来呢，它还非常的贴心，附有一个小小的配件包，里面可以放置你的音调夹、pick、调音器之类的。它原本的里面还附有一块琴布，然后还有阿努努它本身自己的一个臂章，胸章，然后还有两根他们的垫子。好啦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。看到这么多五彩缤纷颜色，你心动了没？反正我是心动了。另外，在放音乐乐器店里面，所有阿努努的型号还有非常非常多询问度很高的，包含 M1、M2 还有 M10 系列都已经到货喽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来电询问，谢谢。